freshman and I was a sophomore in school. The way you chased me around made me feel so cool. I lost my first love at 18. The team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y heart. Football made me feel alive, but it left me with some scars. And a pretty girl was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Oh, but look at me, I fell deep for your blue eyes. Here we are, I'm dancing in your dress. Here we are, mom's mascara on a mess. Here we are, friends and family by our side. Here we are, and I will love you all my life. Here we are.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新商业、新技术、新场景的驱动下，人货场将再一次被重构，新一轮的零售革命正在开启。银豹，全国领先的以收银为核心的多行业 SaaS 软件及智慧商业服务提供商，聚焦商户需求，打造全行业多业态产品线，面向零售、餐饮、生鲜、服装、母婴、烘焙、批发、宠物、美业、易培等行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服务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300余个城市，坐拥130万家注册商户，实现全国合作商2000家。我们深耕行业10年，始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从2011年，银豹云架构 SaaS 收银系统面世，到 AI 技术的多领域应用，不断推动行业突破性变革。我们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拥有超过500人的服务团队，为全球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品质服务。承载智慧收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我们提出各行业门店信息化解决方案，致力于推动线下门店智慧化进程。银豹小程序构建私域流量，更好获客、转化、裂变。
CRM 营销通，全行业移动营销利器，人脸识别让门店经营更智慧， AI 慧眼收银，带给消费者非同一般的科技体验， KDS 电子储险，让门店效率大跃进，洞悉商业背后的增长逻辑，让更多商家轻松享受智慧经营。每一次突破都是对梦想的坚持，每一个坚持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致敬每一位用心经营的商家，因为有你，十年不独行，赢爆不止于收赢。生命力，用你我的声音分享你的经历，每一个成功的人士的经历，每一段美好关系的背后都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抵御了生命中的无常，但他们依然默默守候自己的岗位，不忘初心，把信念化为了行动的魄力，一路在逆风的方向勇敢前行，最终他们破茧成蝶，脱颖而出。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他们如何乘风破浪，最终赢得喝彩并受人敬重背后那一段小故事。本节目的意义也同时在为弱势群体献出一份关爱计划，秉持着敢于爱、关爱赤童、携手同行的使命，履行社会责任，一起呼吁筹募善款，尽能力去帮助在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单位，为他们的生命添加更多爱的星光。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在这一对翅膀里，左边是爱，右边是希望。大家好，我是生命力的主持人 Annie Lai， 有故事的人访谈节目，感恩所有美好的遇见。不好意思，刚才不小心关了我的那个麦。好，大家晚上好，生命力用你我的声音分享你我的经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逢星期二晚上9:30有故事的人访谈节目。这档节目呢是由三个频道同步直播，首先是生命力这个直播平台，还有呢我们的 Viimen TV 全球女性专属频道，还有一个就是 Muses Wellness Academy。首先在这里呢，先感谢我们呢冠名赞助 Postpo 收银系统。
然后还有呢，我们的两个赞助，今晚的赞助商就是 Chris Send Food Delivery， 还有肥肥海辣。欢迎粉丝朋友们，今晚上呢也是积极的留守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可能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呢时间上有一点点延迟了，首先呢要向大家呢说声抱歉啦。那生命力呢本身的话来讲呢，除了访问一些优秀的成功的企业家之外，同时呢也是在社会呢做一些善举的贡献。今晚受惠的单位呢就是我们的乳癌协会，为了响应这一次的乳癌醒觉活动粉红实业的到来，所以呢我们今晚上的所捐助的善款都是会捐助给乳癌协会，给予那些呢没有能力交付切片呢检查费用的乳癌病人呐。相信呢在线上的朋友们呢，你们都是万分的期待。那有一些人呢他也是认识了嘉宾，有一些呢是认识了我哈，所以呢他们也是呢很坚持的，每逢星期二呢都是留守着我们这一个节目档，非常感恩你们哈。然后记得把你们的手指头哈拿上来，然后呢积极的去分享出去我们这个访谈节目，让呢更多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粉丝们呢来今天来听一下我们这位嘉宾呢他的故事啦哈。那今晚的嘉宾呢她是特别漂亮，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位哈，成功优秀的人士。我相信呢不在那个在企业呢也不少人都有认识他啊。然后呢在这个在这方面呢，我对这位嘉宾第一面的认识呢，我就感觉上他好像一个怎么说呢，我们说一个故事吧。 OK，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哈，我这样讲呢我相信大家有一个念头了。然后呢她的皮肤呢白皙像雪一样白哈，然后人人呢都称为她白雪公主。 OK， 所以在她我看到她的第一眼之前呢，她就是我的心目中的白雪公主了啊。凡是见过她的人呢都会跟我说呢，哎呦这个女生真的很漂亮，真的很白，然后呢是那种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的那个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是万分期待呢等下她来跟我们做很棒的一个分享啦哈。首先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没有分享出去之前，希望呢更加多的粉丝朋友们，你们把这个节目呢分享出去，tag 三个朋友进来，记得哦，今天我们的嘉宾也带来了很丰富的礼物呢，送给呢真的是有分享有 tag 朋友进来的十位幸运的人士哈，留守到我们的节目尾声，然后呢我们将会有抽取呢十位的幸运儿啦，希望是说呢你会是那一个中奖的人呐。好吗？所以在这边呢事不宜迟啊，让我用一种比较另类的一个方式来欢迎她。所以说呢白雪公主嘛，白雪公主肯定呢她会有一个要出场之前呢都要有一个仪式感，那我就用这种很特别的仪式感来欢迎她吧。麻烦我们的后台哈。我进，属于世界上最美的
上最美丽的你了。欢迎我们的 Ramos Beauty's Amber Heart FF 呢，做美容护肤的创办人 Jessline Lee。来，哇，好特别的，我就是个我看了的玩意。OK， 很好笑吧？很搞笑，是不是 ？OK， 其实呢，上来我们有故事的人的话来讲，访谈节目呢都是很特别的，有一些创意的。OK， 啊，有特别有一些创意的，所以呢，他是我们讲的白雪公主呢。他以前的故事，白雪公主是要攀山越岭才看到白雪公主嘛，现在不用的，透过线上马上呢魔镜就可以了。哎呦，真的没有想到你们会放这一台。我就是要给你一个惊喜啊。哎呦，尴尬。OK， 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大家晚上好，线上的朋友们还有新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槟城，从事美业大健康在这方面，那我在从事美业已经超过20多年了，那非常的很期待可以帮助到大家，他还笑不停。是不是？我第一次就是说呢，想要搞一些小小的一个礼物呢，欢迎你。为什么呢？太多年了，我们没有见，真的太多年了。我真的很惊喜嘞。OK， 这样的话来讲，这样开场的话会比较开心一点，对不对？是吗？所以呢，有开心的朋友的话来讲呢，可以打上哦，一回应一下哦。有看到我们这个画面的朋友们，打上一来给我回应一下。啊，喜欢不喜欢这个白雪公主的出场呢？好，本身呢，我认识呢 Jessline 呢已经好多年了，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在2014到2015之间那一年，所以呢，我们见面的次数也不多，我们也不多，也偶尔是在面子书啊，面子书你看我看你不了 ，OK？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我们说疫情呢，这两年呢，我们几乎可以说呢，各有各的忙了啊。相信是说，Jessline 在美业的话来讲呢，也有自己要更忙，更为这个美业呢，在做进一步的调整。那今天呢？今天的话来讲，我相信是说呢，很多人呢，他是看到你了嘛，这么漂亮的白雪公主，这样呢，很多人等下他们一定会问一些问题啦 ，OK？ 哦，为什么你会长得像白雪公主那么漂亮啊？为什么你的脸那么滑啊？为什么你的啊，种种这样的东西 ，OK？ 这样呢，还没有讲到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相信是说呢，有一些朋友线上的朋友都认识 Jessline， 然后呢，对我来说对她的了解，我只是知道呢，她是一个很刻苦耐劳，然后很用心呢，在美业做发展的一个创办人，一个老板娘，我们所说的，然后呢，都是用心是在经营的。OK， 从她开创的第一个那个品牌的时候呢，那个 Ramos 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是开始要接触你啊，那一个那一段时间，但是呢，在前面的话，有一些呢，就是我想比较想要更加去了解你的本身哈，这一路里来走过来的那个心路历程，然后直到你今天在美业呢那么出色。其实，在我们聊天当中的话来讲，你有让我知道，就是说呢，其实你本身也是有经历过一个低潮期，对对，那个时候是在2015年，是不是？所以我想要知道一下，那一次的那个困境，它到底是给你带来了人生有什么感悟？哦，可以，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分享出来嘛，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平台可以分享出来，因为来我都是比较少分享我的一些经历吧。那既然是那么美丽的朋友来邀请我来分享，那我就大力的在这一方面做一个分享以及支持。Okay. 哇，谢谢。那我在最
在创业过程当中呢，大家都是非常的很辛苦嘛。那过程当中是很多人都会有遇到不同的遭遇，对吗？那我最遇到困境的呢，就在接近2014到2015年、那个时候呢，我们呢是非常的很，我跟我先生呢是非常很想，成功的，因为我们出生于比较穷的，生活圈子，生活。所以呢就看到很多身边的朋友们都个个都成功了，然后孩子我们还小，然后身边的父母也需要养，所以呢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事业创好。那时呢2015年我们就跟一班伙伴一群的伙伴一起创，下定决心要拿到一个project，所以呢我们就那时候很开心，就是说成功的拿下这个project了。当时呢我就跟我的先生呢就很开心，因为我们是从早拼搏到晚上到半夜的都没有休息的。那我们就很开心了，就准备打，我们知道这个project已经谈成了，而且很开心，就说每天准备要去跟他们谈了，就打扮了，晚上也不能睡觉这样子。那到了过天的时候呢，就朋友就打了一通电话说，就告诉了我说Jessline， 你们有能力吗？你们有钱吗？你们真的可以做到这个吗？所以那时候我就顿时就懵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一起创了嘛，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陷了一个井了，然后就那时候就打算不跟老公讲了，不跟老公讲也不是老公一定听了肯定是很伤心的，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件事过后呢，就我们两个就决定了去找一个老板谈。那时候我们是真的是被排斥了，然后我们就驾了车然后离开了这边，然后就说跟老公说我们不用紧了，还有一些时机还会成熟。 OK， 在那个时候那我们就往外国飞，飞来飞去，在马来西亚跟着本地飞来飞去。当我们从外国飞回来的时候呢，就遇到了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北业的瓶颈，就是一般伙伴嘛，就彻底的，真的是这时候呢回来呢，所有的东西都输完了。这个是我人生最失败的，因为那时候呢我们就特别的非常的太信任，然后不善于管理，然后很多东西呢我们也是没有预料到，那时候我们也是很依赖啊在这一方面，所以呢就真的彻彻底底输了。所以我们两个真的是输得很一无所有，所以甚至都是欠钱的在这一方面。所以呢我们就告诉自己说在我们要成功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去考量自己，去思考我们自己为什么会低谷到这么的这个情景里面呢。那我们呢就那时候就把家当做美容，美容也当做家这样子。然后呢我的孩子就很小，那时候他们就问我妈咪，为什么我们家有，为什么我们不要住在家里呢？然后我就跟孩子说，那时候他们也是很天真，我就跟他们说可能我们要换一个环境来跟他们玩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是很开心，从一个舒服的床就睡在美容床，然后我们就睡在美容里面小小一个窝里面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孩子那时候睡在一个小小的窝里面，然后非常的很辛苦，那时候也不敢跟谁说，也没有跟任何人讲，只告诉自己我们可以输了所有东西，但不可以输了自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醒悟了，就让我们更加的觉醒让我们就决定创下我们的品牌，创下我们的这个 Perpetual 还有 Remon。
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然后从早上做到晚上，而且我们是都是跑来跑去的，记得是早上七点开始做到凌晨一两点，休息也是不够，然后早上还要给孩子上学啊这一方面。那我们开始也是做创了自己的品牌，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开心啊，遇到很多不同的朋友，还有遇到贵人来帮助你我们，那时候觉得是真的是非常的很感恩，上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真的是，我是觉得呢，我听 Jessline 这么讲的话，其实在那个时刻的时候，其实我有去过你的店，我还记得呢，我就有问你说，怎么你们会睡在美容院的，然后你只是答我一句，家就是我的店啊，店就是我的家，其实我就感觉到真的很欣慰很安慰，就是说呢，你们在那一刻的时候，全家人呢齐心呢，还有齐心啦，我们讲那个心啊是套在一起，然后呢就是说孩子啊方面啊也很乖，对对，然后呢你们两个人就是因为要从人家说东山再起吧，对对，然后这个路程的话来讲呢，必要经过的就是你一定要更加努力或者更加取力呢，再去找更加多的资源，甚至呢更加多的管道呢，去怎么样把自己呢拓展出去嘛，是不是？其实在你创造这个 Remus 的那个这个理念当中，就是这个品牌，你本身的使命是什么？对这个品牌，我的使命呢，就希望可以传播健康与美丽的理念，就好像说相信大家都在能力那一方面呢，或者是创业那方面也比较困难嘛，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呢创下了可以得到健康同时得到财富与美丽的可以达到幸福快乐的生活了，让人人都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哇，好棒哦。那你在这一个经营当中，就是东山再起这个过程当中，你是用了多久的时间？那时候就大概是五年了，三五年的时间里面，就让我东山再起，真的是也不容易啦，三到五年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呢，品牌的要去塑造的话来讲呢，不单单是一个我们说品牌的一个整个 image 的话来讲，不是单单是讲在卖产品这一个渠道，而是说呢我们怎么样让人家去做到呢，在这个用上三到五年呢去信任我们，这个其实是最不容易的。那在你在这个创造这个 Remus 的这个品牌当中，还有一个据我所知的，你刚刚有做出来的叫做那个 F 猪嘛，对对，那个也是一个新的品牌嘛。对对对，那个时候呢，就是疫情当中啊，相信大家都知道，美业呢是非常的很困难，也是非常的很难生存的。你看到很多人都是在转业啊，或者是有些甚至破产的都有，然后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很着急，在这个时候呢，也遇上了很多瓶颈，我自己本身也遇到很多瓶颈，然后很多人都有去叫我放弃。那时候我当时想起我的公司的使命呢，我就告诉了自己，哪怕再难过去的再难我都能坚持了，那我必须要坚持走下去。我个人相信呢，我本身的公司都有未来的，然后上天呢他会关我们一道门，他肯定会开一道窗，会让我遇到对的人，与我一起传播这个美丽健康的理念。那在座我也是要找的对象，可能在看的你们也是，可能你也是我要找的一个对象，帮我们一起传播健康美丽的一份功德来的。对，所以呢
Jessline， 你一直讲这个是你的使命吗？传播这个健康美丽吗？其实哦，在这个线上的话来讲呢，有朋友在问了哈，有朋友在问哦，怎么你可以长到这样漂亮？然后你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可以那么厉害？哦，这边有一个叫做 Susan Chiu 哈，李三 Chiu 啊，他说哦，要跑来学他的秘密了。其实呢，你有什么秘密啊？在这个方面保养的方面？对，我们公司的品牌呢就有有一定的秘密，就是我们有冻龄的科技的产品，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到客户延迟衰老的，那可以唤醒他我们的细胞再生高达 90% 以上的啊，这个然后再来我们也有公司也非常的跟上时代的，那无需注射都可以达到注射的那个高科技的产品，所以呢想要更加年轻动龄的我们都有做在这一方面。最重要呢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健康快乐幸福，这个才是我们要最佳的选择，然后我们的人才会年轻健康美丽。对，是的，所以呢其实啊线上的朋友以上有听到吗哈，所以他这个呢就是无需注射的，无需注射的话呢就可以达到冻龄的那一种效果了。所以线上的朋友，如果你要像哦我们的 Jessline 哦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保养哦想要冻龄的话，想学的话来讲，可以打222哈，打上222。我们跟线上的朋友啊打个招呼一下，因为呢他们刚才也有进来了啊，谢谢你李光德 ，OK Kevin Kevin Lee， 多谢嘞，还有我们的 Candy 咯，嗨你好 ，Candy 晚上好。还有呢，我不懂是说呢，在你那边呢有没有一些朋友，你都可以跟他们呢打个招呼的哈，在你的 page 那边哈 ，OK。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三个频道，一起同步直播，所以呢，在 Viimen TV 的朋友们、粉丝朋友们，你们大家晚上好。然后如果是说呢，有名字上来的话，后台有发名字上来的话来讲呢，我希望是说，大家可以来一个互动吧，我们跟嘉宾互动一下，你们有些什么保养的问题啦，有一些皮肤上的问题啊，都可以打上来来询问他的哈。然后还有我们 Muses Wellness Academy 的朋友、粉丝们啊，大家晚上好。如果是说我有漏掉你们的名字的话来讲呢，也多多的见谅哈。最重要是说我们大家呢都可以呢得到呢，就是今天嘉宾我们这一位白雪公主啊，很漂亮的一个嘉宾啊，来给我们呢干货啦。其实我想要知道一下，因为疫情当中呢，在美业方面呢，刚才你有提到，你当然是在去重组嘛，重组整理过你整个的一个业务嘛，对对。但是在疫情来临当中，我觉得在美业当中，很多人他都会有困扰的。OK， 他可能就是没有目标，他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做选择。那时候开始一个疫情的时候呢，你对你来说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就是一开始就说美业不能做了，那个时候你面临了最大的困扰是什么？那时候疫情的期间呢，就刚开始我是觉得很好，因为我们一直在拼搏嘛，所以可能上天是要我们多休息在家里，然后呢我们就往 online 的那边做开发，就做直播在这一方面呢，然后就学习不同的技术，然后在 online 那有点卡哦 ，Jessline， 你的线那里有一点卡，就是刚才你讲到那个有 online 的那个时候就卡了，完全听不到。是卡住了。嗯，这样 OK 吗？可以哈。可以。就我们就所以呢，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哦，可能趋势已经改变了。看到很多人都在改变，而且我们以往我们在外国比较多嘛，看到很多科技的发达，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就
往本来的路线走，就是慢慢的去一步一脚印的去改变。我们也是有遇到一些瓶颈了在疫情当中，我最感恩的就是我的在支持还有鼓励于我们，我们要多坚持。那我因为有更多的客户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呢就布下了在这个期间呢就往一些 online 的路线开发。现在我们陆陆续续也是往这个路线在开发，也要大量的在请我的伙伴们就是有梦想的人，或者是你有梦想你就来跟我们一起拼搏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的目标可以达到一定的成绩，所以我可以往到可能有机会可以达到全世界这样子各国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品牌这个就是你的目标。其实我想要问一下 Jessline 哈，你在那个时段的话来讲，你把你的整个业务呢就转上去 online 嘛，然后也是在学习嘛，整个路线呢已经是转型了。那在你过程当中，你的员工是有跟你一起，还是说你会面临就是说，因为我在美业哈。我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美容师。他们说呢，在这个疫情当中呢，给他们，其实很无奈啦，很无奈，因为美业不能做，美业不能做，所以呢，他们为了要降低成本呢，有些呢，就是他们就很怎么讲呢，就很不舍得。有一些呢，员工呢，他们也要辞掉。但是你在这个方面的话来讲，有面临就是可能员工就是。跑掉啊，或者不继续做了，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有去做这个整理吗？在员工方面？我在员工方面呢，我们都有给薪水的。那这一方面，员工是抽空一剩嘛。然后呢，有一部分的员工哦，就不能跟我们坚持下去了。我在想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要去的意向嘛，所以可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就是觉得，我也祝福我的员工他们可能希望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在这一方面有机会再来和我们一起拼搏，因为个人的因素嘛，对吗？然后我也想说上天可能要安排更好的人，让我遇到更好的人在我身边。所以我都是一直往好的一面去想，也一直往好的一面去想，可能上天是疼我们的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每件事情都有好的一面的跟坏的一面，所以我就选择往好的一面去想。OK， 其实呢，我在这个期间，我在这个期间我也是缺少员工，大量的员工，所以需要找一些伙伴和我一起拼搏在这里。OK，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呢，现在呢，Jessline 她已经是有自己的品牌啦。然后呢，真的非常恭喜你。然后你也是呢，开始呢，因为美业现在已经开到回了嘛，对不对？虽然已经开到回了，你也是会很忙，也是想要招聘一些新的员工新的一些美容师或者一些会计等等的一些职位的。然后我觉得是说呢，蛮开心的，是说看我们就是从认识到现在就是看你这样一路的走来，就是说呢，真的是很用心的去经营你的这一份的事业。当然我相信呢，你一个人的力量呢是怎么讲呢，可能还不够啦。当然我们是说呢，也要有伙伴们啦，在有你最艰苦的时候，他们都是默默的在后面呢支撑着你，守护着你，甚至你的一些代理们啊客户们啊，他们对你的信任都好呢。其实我们在这边我们会有特别的一个感触，尤其是在我们疫情当中呢，有一些客户他还是这么样的很用心的跟在我们一起，然后呢还支持着我们的那个生意。OK， 还怎么讲呢，
其实我有一个感触，就是我的客户他有告诉我，他说呢，其实在疫情当中每一个人都很辛苦， OK， 每一个人都辛苦，可能是说有一些东西要砍，要砍开销要砍，然后我时常是跟你买一些产品在用的，他但是呢就是我也不会，你放心，我也不会断，然后我也不会说断然后不买，但是呢可能会买少一点，等我就是经济恢复了，我工作再恢复了，因为到那时候呢它是一个 glut 来的，它是一个 glut， 然后呢变成哦，他本身的话来讲呢，就是老板呢哈，也没有其他们薪水了，甚至已经默默的一个一个裁员了。所以他说啊，对，所以他就是说呢，我还是这样的支持你。所以有时候就因为在疫情哦，客户给我们的信任，伙伴给我们的信任哦，就是支持我们，我们真的很欣慰，很欣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恩啊，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线上的朋友啊，你们还可以默默的守护着我们哈，还要坚持。Okay， 希望是说呢，你们呢积极的分享出去，然后呢 tag 三个朋友进来，凡是有 tag 三个朋友们进来的话来讲呢，今天你们即将呢会得到哦。得到我们这位漂亮的白雪公主送出呢很丰富的礼物哦，是十份哦，希望你们多分享出去，多 tag 多三个朋友进来，记得去 like 我们的 page，like 我们的生命力的 page 哦，还有我们的 Viimen TV， 还有 Muses 的 page 哦，让我们呢去广传出去这么棒的一个故事性的一个启发啦。所以在这方面呢，刚才我们所说呢，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OK， 你伙伴的力量也不够的啊，客户的力量呢也是不够的，但是我相信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你后面的那个力量呢是给你的最大的一个动力啦。我们说呢，成功的男人哈，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女人嘛，对不对，作为靠山嘛，是不是？那呢这是他Jessline 这么成功的话，给我看到的话，后面呢就有了一个男人了，让我们来看看他这位男人吧。老公好看吗？好看。哎，你把老公长得好看。无需打针，只需细心的时间，让你达到爆亮爆血的效果。对，拿这支拿去。没有加个微信吧？你们两夫妻傻的。哎，美女，别追。哎，美女，给我老公看一眼啦。不用了，不用了。啊，老公加你微信，我不开心。老公，你干嘛走？哎呦，哇，很特别的安排啊。OK， 这个呢就是呢我们所认识的老公，是不是很帅，对不对？其实呢这位呢刚才好给 Jessline Jessline 给他一巴掌的呢，就是呢默默在后面呢给他最大的动力了一位老公啦哈。来，我们来说一下啊，你这位老公啊，当时的时候你在创业，就是你在低潮期的时候哦，低谷的时候，然后呢从这个创业到你自己的品牌，他给了你怎么样的一个鼓励？鼓励啊，就是，对，那时候我们是互相的在鼓励，但我们在低潮的时候是两个人是抱在一起哭。那我们也是真的是哭不到没有眼泪了。然后就互相的鼓励了，他最大的给我的精神上的支持，还有一些鼓励呀，让我可以重新的出发。这个是我人生最大的，他都是让我知道说，往好的一面去想，我们一定会成功。他是说让我想一想啊，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啊笑我，不要让笑我的人等太久，等我的人等太久啊，这样子。
这股的声音让我们就决定的拼下去，要让更多的人刮目相看。那时候啊，相信你也是有去到那个中国嘛，是吗？对，回来的时候就说刮目相看，一定要让更多人刮目相看啊。所以呢，那时候他是真的是完全是大改变的，整个是大洗牌哦，真的。那时候我是哇，还好身边都有那么棒的一个老公在支持，那我们就一起往着我们的目标向前进。真的非常的很庆幸。其实那一段时光啊，就是呢，大家呢都是在遇上呢一些瓶颈的时候，然后呢我们都一起去了那个中国，然后给我们启发，是吗？去了那么遥远呢，就是拿回了那个四个字刮目相看。对，回来讲我们一定要让人刮目相看。对，走过走，我们去吧。啊，是。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所以就是你们一般的回来是不是同样的，让你也是看到你的成长，你们几位让人家刮目相看了。你看你的老公在那边，婆你好哈，我知道你在后面呢，默默的支持他。他说的，他讲别笑，我们真的我们没有笑，真的是很忍不住发自内心的笑，你懂吗？啊，对。OK， 还有谢谢 Andy， 谢谢 Andy 啊，周易啊，还有周易是吗？啊，线下的有很多朋友，是啊，还有呢，就是 Win Win 三是你的朋友吗？Win Win 三哈，所以呢，谢谢你们，真的刚才那个画面啊。谢谢那个画面呢，真的是我觉得这太搞笑了。你的老公还可以配合你，不加我微信，我不可以，不可以，不加我微信。OK， 好的话来讲呢，在这边呢，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感谢我们线上的朋友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到呢，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其中一个任务哈 ，Jessline 啊，我们也是在这边呼吁一下，不要忘了，就是响应我们这个粉红实业，然后呢，乳癌醒觉活动，然后我们希望是说得到更加多线上的朋友，尤其是男士们，你们的支持 ，OK， 你们的支持，做一份的善举，给予我们那些呢没有能力交付切片检查费用的乳癌病人呢做一个筹款呐。那今晚呢，生命力用你我的声音分享你的经历。其实除了访问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之外，然后成功的人士之外呢，我们都是在做这一份的善举啦。希望是说呢，你们要捐款的粉丝朋友们，我们会放上一个 link 啊，在 comments 那边，然后呢，你们只要点击那个 link 的话来讲呢，就可以随时的去做捐款啦啊，多我们讲呢种一些福报，然后呢，希望是说呢让那些乳癌病人呢得一个希望。好不好？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来讲，我还是发自内心还是想要笑，就是看到那个画面。我觉得生意是这样啦，企业是这样，最重要是说呢，大家两夫妻呢，就是要在困难的时候一同呢携手共进嘛，携手共进，你支持我一下，我支持你一下，一起扶持，不是单单呢是在就是不是单单呢只是说想要赚钱而已，而是呢在那一个困难的时刻呢，是精神上彼此的那个支持，对不对？对。这边呢，你看他们一直在那个画面笑不停 ，OK， 笑啊。好，这样的话来讲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女人呐、啊，其实真的靠山呢，除了老公之外，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事业要创好它，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靠山了。还有多爱自己啊、相信每一位的女性呢都必须要爱自己多一点希望大家能鼓励大家能多多捐款，在于
这个乳房癌症学会那边，因为我也是遇到很多一些比较贫穷的女性还有单亲的，他们都是没有这个能力在做这个检验的跟检查，希望大家能伸出一笔你的一分小小的力量，可以帮助更大的更多的人，更需要的人，因为有你世界会更好。所以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益善，做功德。所以好，乳癌其实呢，男人他们没有经过这个乳癌的那种情况，他们也不会有，是很少有啦哈，是很少啦，可能一个几率的话来讲是 0.01% 了啦哈。但是呢，女人，身为女人的话来讲，我们是怎么讲呢，乳癌是象征一个女人之外，她也是哺乳的，给孩子做一个哺乳的。 OK， 那最关键的话来讲呢，我们也希望是说呢得到更多男性的 support 支持，是说呢在这个善举里面呢去帮助女性找回一份的自信。OK， 你小小的一个善举呢，是让我们的那个乳癌病患者呢得到了一份希望，然后呢一份的那个自信回来。 OK， 所以有机会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呢改天有机会我们就放那个乳癌的那个画面给男生看一下。其实呢，我们女孩子没有了一对乳房是很自卑的，很自卑。我相信 Jessline 你在做这个健康调理这个范围里面，美容尤其是养生这一个方面，都会有遇到一些乳癌的一些怎么讲，就是乳腺有问题的，甚至一些胸部有问题的一些客户嘛，对不对？对，就尤其是有些甚至来找我的时候，他们就是割了大肠，大肠了就割那个淋巴，淋巴割完了又再割胸部，第一粒胸部又割完另外一个胸部很夸张的，我遇到的。然后他们也对要讲到医院这个字眼都怕了，所以呢都会有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女性遇到长瘤啊，不幸增生啊，在这一方面。所以呢，希望我也是呼吁大家多多在关注，多爱自己多一点。我们女性呢再忙也好，你在顾家也好，你都要多爱自己，给多一点时间给自己，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富裕在这一方面。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在这个环节里面，记得分享出去 ，tag 三个朋友进来，粉丝朋友们，然后留守到我们的直播，到最后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幸运抽奖的环节，你们千万别走开。同时在这一刻呢，叫身边的朋友们呢，可以进来我们这边呢，多一份的善举，我们可以帮助乳癌病人呢，是我们的福报来的。然后今天我们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嘛，对不对？如果有这个福报呢，我们就善举做一点点。好，然后在这个最后的话来讲，最后呢，在这边的话来讲，做如果啦，要感谢的话，给你一分钟啦。要感谢的人你想感谢谁？给你在这边。我最感谢的就是我生命中遇到的贵人哦。第一，我先感谢我的身边最亲的人哦。就是我的先生一直鼓励我，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也好，都无条件的在支持 support， 没有任何的怨言的支持，这个我是感到最幸福的事情。然后呢，我也是在这里借这机会感恩我的伙伴，无条件的在这个疫情期间一起跟我度过非常大的一个难关，一起 度过来了，我们已经熬过来了。未来呢，我们会有更多的彩虹等着我们去观看跟见。然后呢，也感恩我的客户，我在这呢是真的是感谢我的客户姐如条件的支持还有 support， 因为我在这个疫情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很感恩。那我在这个疫情期间呢，也遇到了很多的朋友，也是无条件的在帮助于我，
没帮助我在困难的时间还有伸手出来帮我，这个是我是觉得上天是真的是太疼我了，可以安排那么棒的人在我身边一帮忙，还有我的家人也是支持在这一方面，真的是非常的很感恩，也感恩我的哥哥也是无条件的在support给我支持给我，这个是我最感到欣慰的。人生虽然是走得很苦，但身边遇到很多很多的贵人，这个是非常的很棒的一件事情。OK， 让我可以，我深相信上天关我们的一道门，他肯定会开一道窗，让我遇到更好的人。我也更相信，世界会向那些有梦想、有目标的人为我们开路。很好，很棒的一句话呢，就是上帝关了我们一扇门哈，肯定会为我们开另外一扇一个窗户的哈，肯定会有路的。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肯做，只要是说呢，在我们最困苦的时候，我们有得到贵人的扶持和帮助的话来讲，我们真的要去珍惜这个机会。其实感恩的心到最后还是说那句话，感恩的心离财富最近了。离财富是最近这一句话，非常感谢 Julia 还有 Karen Chong， Karen 说谢谢你的大爱啊，对 Joey 很棒的活动，他说很棒的活动，还有呢 Karen Chong 说呢，乳房对女性来说是很重要，大家不要忽视，是的 Karen。Joey 说看着有份好事发生，是好事。谢谢 Andy 100% 的支持，他说还有秀芳，谢谢你，真的是很感恩多年的客户群啊，客户来的是哈，所以呢已经支持了20年了，20年不容易耶，我遇到他是20年，我开业到现在支持到现在18年有。哇，难的，其实我觉得啦，我觉得用你的这个一个故事哈来启发，就是说现在我们做企业的人哈，尤其是身为一位老板都好，我们一个品牌都好呢，我们要得到的呢一个成就是得到客户的信任，所以呢很难得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客户，我们就应该更加积极的，或者是更加给提供更好的服务给他们。要当他们呢是像家人这样好好的去用心去经营，我觉得事业要经营，我们跟客户的关系呢也是要经营的。 OK， 这样呢我们才会成就呢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事业出来，对不对？对，非常感谢我朋友说 Andy 说互相扶持才能走一起走得更远，对对对、啊、这个是非常的认同的。对啊，所以呢你们绝对是绝配啊，郎才女貌啊，公主终于遇到王子来打救了对对、过去的诱惑是不小心公主不小心吃了一个毒的苹果吧因为诱惑嘛，不小心跌入了那个坑嘛，然后有王子来打救一下 kiss 一下你就醒了那位就是你的老公了对呀、就是他们你们一般飞去那个什么上海是吗飞回来不了打救我们好啊，我觉得是说呢你有进步我们也是陆续的在进步了哈。好，现在呢我们节目呢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然后呢我们也是要进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幸运抽奖的环节，在还没有幸运抽奖的环节呢还有给你们一点点的小时间，快点 tag 多三个朋友进来十份的礼物呢等你们领取了。好，最后呢我让 Jessline 来做一个总结。OK， 所以呢，这个环节呢也是非常的感恩Anyline 的邀请，与我们可以做出这么棒的分享，还有做出一些慈善公益的活动，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这个也是非常棒。那如果你们有带朋友进来呢，我们也送出那个洗面乳。那这个洗面乳呢是特别的，非常的特别，它有那个可以洗了帮助你清洁，然后可以让你抗老的功效的，同时也可以让你美白。那敏感肌肤、暗疮皮肤可以用吗？是可以用的。男性可以用吗？男性可以用。一个星期里面呢，你就会可以看到你的皮肤是白去了，感觉是白了，像白雪公主了。男性的很明显 ，OK。所以呢，就不用太担心这个洗面乳会有影响到皮肤吗？不会，因为它有太阳花油，还有芦荟、橄榄油这些，所以它是不会伤害到皮肤，而且会让我们越洗越年轻的哦。所以这支洗脸霜我是超喜欢、超棒的。OK，OK、okay. okay.。还有再来就是那个防晒，它会防晒就是价值118的，它是可以用了过后呢，可以让你即刻可以看到你是白的，脸色即刻美白起来的，而且它是有 UVA 跟 UVB 防的，然后它可以让我们皮肤预防晒黑、晒伤、晒老的哦，尤其是我们是在电脑前面的，所以呢，我这个里面有一个成分是马齿苋，马齿苋呢，它是会给抗肤色，不会让我们在电脑下久的时候呢，会有比较憔悴啊，在这一方面，所以呢，这是我们是送给大家的，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喜欢。谢谢，谢谢我们的 Jessline， 也谢谢线上的粉丝，快点哦，我们要到抽奖环节了，快点 tag 三个朋友进来，谢谢我们的 Paul，谢谢 Andy 咯 ，Andy 说企业带动慈善，生命影响生命，是的，生命影响生命。其实这句话的话来讲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当我们是在去做那个去了上海。黄木那个回来，然后呢，再报是2015-16年呢，就有看到一部戏呢，那个杨彩华做的广东片来的 ，OK， 不知道是五个学生，所以他是跟古天乐演的啊，我的男神来的，OK， 就是他那一句话呢，就是生命影响生命，而启发了很多企业家呢，在这个那个时候去做了很多企业跟慈善呢一起做连接的。我相信是说在这里呢，我也是希望是说里面是。线上的朋友，你们是做企业的，你们都可以呢在企业成功的当时的话来讲呢，你们都可以多多的去为社会做一些做更大更多的贡献哈。谢谢我们的 Edison To， 谢谢你们哈，是来支持。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来讲，可以在这方面的话来讲呢，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了，也非常谢谢呢Jessline 给我们那么棒的总结，还有呢那么棒的一个礼物呢给粉丝哈。我相信的话来讲，你我呢只要是说肯去做肯去拼呢，上天不会亏待呢就是有付出有努力的人哈。像白雪公主曾经她有说过一句话啊，在她的电影里面你去可以去看哈，她就说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来照耀这个世界的，让世界充满阳光的，是不是？所以像你这样了，就让每一个身边的人都充满了阳光，因为你要记得你是白雪公主啊。OK， 好，现在呢，就是轮到我们的幸运抽奖的环节啦。来，期待吗？期待的朋友打上了666哦，快点哦！我们的幸运抽奖环节即将开始。
感谢我们。就会联系你们，跟你们拿上联系的地址过后呢，我们就会把产品呢寄上去了。我们非常感谢呢 Jessline 呢给送出了这么棒的礼物给我们的那些粉丝朋友们啊。好，那节目来到尾声， Jessline 我们呢现在呢就跟观众朋友们呢 say bye bye 了，好不好？拜拜拜拜，感恩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哈，我们的粉丝朋友吴芳姐，我最后现在才看到吴芳姐，谢谢你哈。Soon.